Now let's introduce the founder of Facebook, Mark Zuckerberg. 大家好。我是家现在北京。我爱这个城市。我的中文很糟糕，但是我的天学学用中文。我可能需要练习。妈，大家对你能说中文非常吃惊。你是为什么要学习中文？很有意思啊。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我太太是中国人。他家说中文啊，和他的奶奶只说中文。所以我想要跟他们说话。今年一天呢，我和 Priscilla 决定结婚，所以我告诉她的奶奶用中文，她非常吃惊。Priscilla 是您的太太。第二，我觉得是不是我想要学习中国文化，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觉得学习语言帮助我学习文化，所以我学习语言。第三是普通话很难，我只说英文但是我喜欢挑战。那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就挑战一下马克。我就用中文了。您来了中国多少次了？四次。我去过北京、上海、杭州和天津。天津？你为什么去天津？我在北京的时候，我要坐很快的火车。我也要看霍元甲的塑像。霍元甲。我喜欢这个电影。我要看他的塑像。原来马克是霍元甲的大 fans， 所以他一定要去天津看一看霍元甲的家乡和塑像。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城市？所有不一样。我最喜欢天冷北京，是所有中国有很多历史。那你来中国这一次有什么计划？你这次来中国有什么计划？这个星期我参加了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读完委员会。我来参加委员会的会议。我觉得清华的学生很好。Facebook 有140多清华的校友。你是一个？对，我是一个。明年我们都在中国招聘最好的工程师。上个月我们刚刚